怎么起来这么早？嗯，多睡一会儿。今天镜头要漂亮，这是场景不算太好啊。今天我们三个来到这边的镇上赶集，今天有集会。哦，杂干厂。嗯。泡馍。嗯。哦，我就在门路口，我都不闹。好多奶。这家卖毛的啊，那家毛不便宜点吗？给咱啊，哎，你看哥都给你不多说，说句不好听，咱啊，今年这你看人也没有啥生意，那牛肉嘛，要大肉。小家伙尿我一手，还尿自己一身。坐，过来。欺负他打你啊，他是你的朋友啊。嗯，有一个好朋友。嗯，开这孔的电钻打了一下，果不是大的，不如拦一下。哎，柱儿来，柱儿，辣椒够不够？我都可以啊，我都辣椒够不够？够了，直接不放油呛了。人家就放油，你这把花椒备一下，它出点那香味儿。火力。柱儿来，这个辣看着挺硬的，坐下，坐下。吃完了，这环节吃火锅，美得很。妈，我操！是蛇。我操，住萌了，真的。真的，我看着就是像蛇。就是蛇，这是那个红圈黑圈的那个蛇。骨头还在，应该不是脱皮，就是咬死。吃了。吃了。头看这头这尾巴直接吃球了。我操，它在中毒了，我操。这蛇没毒，花蛇这花圈，这赤练这是，这不是赤练，这叫赤练蛇是有毒，不是这叫那什么，啥花虎吗？啥？我操，数年猛的不行啊，让人吃爆了、哎。因为今天就他在嘛。你今天白天没见着了？没吗？没有啊、嗯。我俩走的时候还没。肯定是住，开心的话他前天在这儿，昨天他就没在这儿。哎呀。他如果不是今天的话，我早上一在这儿来回还浇的水，对呀、啊，我能看不见。这猪还厉害啊，他，哇，嗯，众蛇没毒吧？这蛇应该是没毒。那咱院子里，我估计狗是能闻出来的。看，才四，看见吗？嗯，肉还在动，那是虫吗？嗯、你看到没？那意思是有条大蛇了。你扔在房顶上，下个雨就冲掉了吧？我操！我找了几天蛇都没找见，人家住直接干死。这小蛇咋爬上来的？操！我忘关门了，不会从我房子弄出来的。你小心点。不如你白天不会在那床上刷了吧？弄死你！你看一直在那舔腿，舔尾巴，好像舔还是舔腿。舔爪子。左前爪下去看看，精神。你牛皮的很吗，小伙子？今天吃了条蛇，怪不得不吃狗粮啊。小鱼有点操蛋。啊，野鱼还在呢啊。那不是野鱼，那是今天我捞的，野鱼都没了。啊，野鱼都死了，可能是啊。
咋能死嘞？他一个都没死，只可能是他老嘞。啊，还个鲢鱼，看哪天养大了炖豆腐汤。这大鱼不会吃小鱼吧？会，和这个花的就追着这小鱼在那咬了。没事，头鱼哪天狗养大了，给它狗干掉。绝对嘛，把豆腐准备好就行。这胖头鱼能吃？这就是咱吃那大头鱼嘛、啊，这就是咱炖鱼汤的大头鱼哦。你还指望他们在这里再拜字儿，拜的多了，鱼吃容易坏水。长这么大一点的时候，也就把它吃，它也就吃掉了。这条白的，我觉得漂亮啊，小三。白的，你觉得？太粉了。白的咋样？嘿。